茄子一般很多都会用油炸的，那我今天是用穿烫的方法，因为太多的油它会囤积在我们体内，然后造成我们身体的不适，然后也不容易代谢。茄子它本身它会有点干涩，那我会在煮的时候还是会添加一些油，增加它的口感。茄子它本身含有维生素 B， 它可以预防就是我们微血管的出血破裂，然后还有它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，主要就是能够防止长斑，尤其是我们年纪大了有老人斑可以防止。粉它是重来一次好了，讲得太复杂了。能够让我们尤其我都又忘了，越讲越混沌去了。